恩典365 365天365个恩典，其实一天不止一个恩典。如果我们仔细去数算，你会发现一生每一天当中都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恩典，如果我们认真的数算。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约拿书的第三章。神很奇妙，当约拿说好我愿意，神要他去啊，我愿意，神就让那个鱼把它给吐出来。哇，这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就那么巧就有一个鱼把它吞下去。而在鱼的肚子里面，到底在鱼肚子里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为什么不会被鱼的胃酸 给弄死掉啊？然后竟然还可以被吐出来。有很多人讲说太不科学了，如果进到鱼的肚子里面去，它一定被……但是那就是神迹嘛。如果神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可以保守约拿在鱼的肚子里却不被消化掉？神能的。关键其实不在约拿在鱼的肚子里为什么活，关键在神用这么特别的方法让约拿不得不承认我需要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服了，好吧，我去尼尼微。然后神对他说，神第二次，我好喜欢这第二次神对他说话。第二次表示神有足够的恩典，神不是一个严厉的老板，我跟你说了你不做，你犯了一次错误我再也不用你。爱是什么？爱是恩慈，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是给人第二个机会。神是爱，我相信当约拿 在那里跟神谈交易，我许愿一定偿还，如果你让我活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神让约拿体会的是我对你的是爱，我不是要跟你做生意。神第二次向他说话，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神说你去宣告我吩咐，我吩咐你要说的话。你知道约拿是不甘不情愿的顺服，他不情愿嘛，没办法，在鱼肚子我只好答应你，我是守约，我怎么办呢？我也不敢不守约，因为这次被鱼吞了，我再不守约下次不知道被什么吞，所以他顺服。可是人的顺服如果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常常是你要我去说我就说，但是说的是我的想法，不一定是你的想法。但是神预先对他说，约拿你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是顺服里面的一个关键，我愿意去但是照我的想法做，我愿意服侍但是我有我对侍奉的态度，我愿意离开这个公司但是我要去我想去的地方，我愿意不离婚但是我要照我的方式经营我的婚姻。你知道非常多的时候我们的顺服是在某一个条件之下，我愿意顺服但是要照我的方法。神知道约拿的诡诈，神说你去宣告，而不是宣告你想说什么，听清楚，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要我们的顺服不是50%的顺服，神要我们的顺服不是70%的顺服，是全然的顺服。不是我去说了但是说的不完全是神要我说的话，我侍奉了但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今天主也对你我说，你可能也常常跟神说有啊我有顺服啊，但是今天主问我们的顺服在不在神的心意里呢？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顺服并且是照着你的旨意来遵行的，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感觉神在光照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的顺服都是有所保留的，照自己想法的。今天你愿不愿意把主权重新交给神，说我全然的顺服。